报文会出席委员五元移除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2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2月18日星期一上午9:16至12:16，下午29至6:28，12月20日星期三上午9:04至12:28，下午20:28至6:04，12月21日星期四上午9:08至11:37，下午1:34至5:41，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坤玉等13人，列席委员叶宜津等18人。列席人员12月18日，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徐永义。12月20日及21日，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主席马召集委员文君。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主管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决议：106年12月27日及28日继续审查。临时提案二案，内容略已。第一案，国家安全局及相关情治单位人员因该等人员身份涉及机敏性，建议日后该等人员列席与会时，仅提供机关首长或列席副首长名单。提案人王定宇等9人。决议照案通过。第二案，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第24条规定，军事机密应仅限授权人员之悉，请国防部未来就国防机密内容项目之说明等，除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本人报告外，原要求不得向委员以外其他人员说明或报告。提案人王定宇等9人。决议修正通过。以上宣读。请问在场委员对于上次会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错误？好，没有意见，我们确定通过。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主管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以上宣读。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与会的委员还有出席的官员。首先介绍吕孙玲委员、王定宇委员、刘世芳委员还有徐玉仁委员。列席的官员名单哈，冯世宽冯部长、薄鸿辉薄长次、总督察长是副总督察长朱华昌，朱副总督察长。政务办公室主任刘任元，刘主任。政治作战局文正国文局长。军备局梅家树梅局长。主计局陈国胜陈局长。军医局吴宜昌吴局长。战略规划司吴宝坤吴司长。资源规划司陈正奇陈司长。法律事务司林纯美林司长，整合评估司戴司长林超伦林戴司长，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韩刚明韩主任，国防采购室黄希如黄主任，政风室许志云许主任，主计室洪文煌洪主任，人事室林秀美林主任，人事。参谋次长是傅正成副次长，情报参谋次长是陈国华陈次长，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是江振中江次长，后勤参谋次长是胡展豪胡次长，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是李廷胜李次长，训练参谋次长是钟树民钟次长，陆军司令部参谋长白杰龙白参谋长，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李忠孝李参谋长，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郑荣峰郑参谋长，陆军后勤指挥部陈生在陈参谋长，中科院院长搞中心搞院长，军事情报局执行长郭立忠郭执行长，电讯发展室郭先琛郭副主任，
资通电军指挥部指挥官马英汉、马指挥官、马少将，国防大学教育长杨基荣、杨教育长，行政院主计总处曾焕栋专门委员。还有补充介绍吕玉玲委员。我们还有陈雪生陈委员。我们现在继续审理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国防部主管收支公开部分。政治作战局第479/1/480通案，请先宣读481案。第481案，国防部慰问经费应集中于基层退出役人员，并明定排付条款，原针对政治作战局第一目向下其他作业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以上宣读。在继续审查之前，我们先重新宣布，第22次会议有关海军司令部第一提案250/252案，第二提案253/3亿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第三提案271/287撤案，第四提案303改组决议。第二个有关空军司令部提案的部分，399还有400/1因科目不同原与撤案，不并列入384案。我们现在是第几？已经宣读过了吗？蔡世应委员有没有啊？吕委员，喂，谢谢主席。那这481的案子是蔡世应和我都非常关心的案子。那经过这个政治作战局的解释说明之后，我们愿意支持，谢谢。要撤案吗？好，481撤案。第482/483分支通案，请先宣读484/487案。第484案，823炮战古宁头战役等重要军事纪念，参与层级却明显偏低，原针对政治作战局第一目向下政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减列200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485案，在营服役官兵今年之尿液筛检缺氧数明显升高，原针对政治作战局第一目向下政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等三人。以上宣读。蔡世应委员，吕委员，好，484的部分就是说，近年来这个政府有扩大要举办93军人节的相关活动，那也有邀请了许多的高阶长官来与会参加。那但是这个在我们发现说823炮战还有古宁头战役的这些重要军事纪念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参与的层级明显的偏低哦，所以我们希望说政治作战局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改善。那原本冻结的预算金额是2000万，那我想酌动100。以上，谢谢。冻结100万吗？485要一起讨论还是？刘世芳委员，我的485的部分还是一样，因为军队里面有关于反毒这些处理的部分，我认为政治作战局应该还是要有效的实施的宣导哈。那因为刚刚我们政治作战局有来跟我解释一下目前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这个简略的部分呢可以改成是冻结，但是要提书面报告，谢谢。是，谢谢委员。486吴坤玉委员，
喂喂，好，就各位大家好，就是因为这个是有关于我们在每一个单位都有提出关于心理辅导等相关的业务。那前天我已经收到政战局送来的这个报告，所以我们就撤案。嗨，谢谢。请宣读486、487。486国防部暨所属单位未有一独立之心理辅导预算，应予检讨。原针对政战局第一目向下政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冻结332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取得动支。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487案，政战局相关宣传经费预算编列考量，从军人数递减实际成因。原针对政治作战局第一目向下政战综合作业中一般事务费减列2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以上宣读。487的部分，因为其实光是政战局编列的一些形象广告还有募兵的文宣等等相关的这些文宣广告费用，感觉上一直编了很多的钱，可是看出来好像我们的宣传费用它并不是有比较尊重军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那这些经费编列超过3亿元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整合相关的预算，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评估，不要把它分散掉，然后怎么样更有效的运用我们的这些经费，好不好？我们建议冻结200万，然后提出一些检讨的方案，好不好？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那阿伟，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刚486跟前面的195哈都是同一个案子，那我们一并撤回跟195，好不好？195就是之前海军的那个案子，对，好，他那个之前委员说冻结了100万，是我们就一并撤回。好，那486195撤案。本来冻结100万嘛，对对，要撤案。好，是。那现在484是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他跟刘委员的是冻结要一并吗？还啊？484跟485，对，那蔡适应委员也是冻结100万，那你们要不要合并？还是好？那484、485合并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487也是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是，谢委员。回482、483分支通案，请宣读。第482案。国防部拍摄宣传影片欠缺整体形象营造与行销，原针对政治作战局第一目向下政战综合作业中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第483案，空军499联队督察科张元盗卖单位人员个人资料，政治作战局却未对该员以涉嫌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来处罚，原针对政战局第一目向下政战综合作业中冻结1000万元，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吕玉玲等三人。以上宣读。有先讲吗？庄瑞雄庄委员，这个战局这边是有来解释过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看482嘛，哈，是482。这个上次我也跟部长这边就叫过了，我一直跟您做假工，您咧翕翕的，无人看。我们那讲引导部长，你那改来翕做男主角。结果呢？那你们这个拍出来，我看这个实在是你们想呈现的，大家也很清楚了。针对这个整个募兵这样的一个影片啊、哦，想要达到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可是那个国军的一个形象似乎好像也没有去做一个突出了啊。哦，那提升国军的形象看起来是用心，可是呢，那整个整体的一个形象的营造啊，跟整个行销这个能力啊，从这个整个收视来看的话哈，似乎啊这个有必要啊再去做一个加强，这个是不是先解释一下？是，跟委员报告，就是
您刚刚讲的那个 最好的选择，这连续剧，其实我们有统计，它每集的收视人数大概有161万人次、啊、那先跟委员报告这个，那对对，那这对对对，那那对，但是就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我们是三个不同的这个媒体来同时播出，一个是那个无线台，就是蔚来，另外一个就是 MOD 这个近天，另外就是一个网络影音平台。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网络的收视的人数是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因为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看网络，所以他在这个收视率上面来说，会比较跟一般做的收视率调查是不太一样的。那后续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文宣上面，我们还会再努力，还请委员能够多支持，因为这毕竟这个钱还是我们执行业务所需了，请委员能够倒也不是说你们执行业务所得了，倒是希望说你们这个影片呢、啊，最主要啊，是我们国会这里啊，期待在支持你们，希望是有效果的啦。是是，好了，这个就你们再加油了哈。是是，谢委员，谢委员。好，那请王定宇王委员。好，这个预算原则上支持了，我是觉得多鼓励哈。不过我讲真的，那个我记得我跟部长有询答过哈。我们国军真实的故事有时候就很感动人，然后找演员不是不好，可拍出来的戏有时候会有落差，所以你这部戏如果以收视率 0.13、哦、你怎么估到100多万的、哦、你要求一下那个收视率调查公司。不过我觉得这个戏以外、哦、军中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很好、哦、所以我这边借这个机会请部长、哦、因为这一次议政署署长跟我们成功领小兵的这个事情、哦，兵不在小，他尽忠职守就是好兵、哦、官不在大，只要、哦、不照规矩、就是坏官、哦、所以刚刚议政署署长已经请辞获准、哦、那我第一时间有看到部长，你是觉得这个小兵这个哨兵尽忠职守、哦、你是给他做他的后盾，跟做他最大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哦、这个态度有时候比那个什么最好的选择哈，是还要好哈，所以部长你对议政署长这个离开你有什么想法？刚请辞获准。尊重他们的决定。是，请吕玉玲委员。谢谢主席哦。其实我们关心是整个业务的状况。那刚刚特别庄委员跟王委员都讲了，如果这个收视啊部长来演，可能收视比较提高一点。会，是我们下次努力。所以其实真的效益是非常重要的。是，请我们做任何计划，务实面要顾到来。是啊、哦，这个成效才会看得到，是，好不好？是。那我这个案子我是特别针对空军499这个连队，因为个人的财务问题，把我们所有军队里面的那个资啊泄露出去的问题哈、哦，特别有来跟我解释说，你们都说明了哈、哦，也在检调都有在调查但是还是要请继续追踪管理，好、哦，保障各自不要外泄，好不好？是，这个有跟我解释过了，那我就不坚持了哈、哦。是，那我就可以撤案。是，谢委员，谢委员。482、483撤案，第488案请宣读。第488案，政治作战局对于眷村文化保存业务执行有缺失，原针对政战局第一幕向下军眷服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等三人，以上宣读。请吕委员。我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古迹哦，在我们在维护的时候，整个的隔离跟认养，跟我们为什么跟民间有进驻去认养哦，那这个我们如果去做好这个，确实让我们这个文艺工作者在这个眷村的马路上办艺术表演，或者我们眷村的屋子有些毁坏的哈，这些很多他们都做一些抗议哈，那怎么样你们去保存这个业务上去执行呢？所以我希望说你们再多做一些说明，跟未来规划怎么去做，不管你要去做这个文化艺术的一个表演，或者是宣导，或者是我们保存这整个围篱各方面，我希望你们对每个层面分开来跟我做一个说明跟规划。是，那我这边小动一点，是做个说明，我就解冻好不好？是是。
委员。好，那就书面报告不冻结了。是，谢谢委员，谢谢委员。488案不冻结，提书面报告。回480同案，请宣读。第480案，军歌歌词与现今国际政治环境、台湾之自由民主社会并不相符，原针对政治作战局第一幕军事行政国内旅费减列6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等三人。以上宣读。好，那个我的案由里面哈，这个军歌，你们有举行这个军歌竞赛，但是106年度的军歌竞赛，我念一下哈，希望各位不要有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哈。歌词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冲，冲破了一切旧势力，还有个写个干，贯彻了国父的主张，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所以这里面，你们还把它列为军歌竞赛里面的一个歌词啊，我觉得是非常的糟糕了哈。是。那当然，这里面还有讲了一些，我觉得说跟现在都不太一样哈。那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我们政战局在这个选列这个军歌竞赛的时候，这个没有达到这个宣慰烙军的部分呢，而且还是等于是时代上面，而且跟性别平等完全是背道而驰啊哈。是。所以我还是主张要检列哈。那简列因为刚刚有过来解释，就说你们以后会尽量不要去挑选这种不符合时代背景，而且跟我们现在的民主社会并不相符的部分，所以我简列的部分可以简列一半，其实不多，就是简列30万块。是。三十万，所以用错了，对不起，一半叫30万。好，这个部分。是。我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委员所指导的我们一定会改进，那我们后续我们所有的军歌推广，我们都会用我们文艺金像奖所获选的这些歌曲来录制。那鲍委员，那您是不是我们提书面报告，我还是要了解一下未来的主张，所以我主张是简略，但是主张简略，因为你们在这个的国内的旅费啊，去年是增加较去年增加59000嘛，所以我可以减列6万元。好，我改成减列六万，我觉得还是需要，我还特别把这个军歌的内容念出来。是，这个地方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反而是跟性别平等有关系。是，那这个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是，好，是，所以我减列6万。是，好，480减列6万，减列六万。因为它是在业务费里面哈。是。那你科目自己调整哈，但是也要提书面报告。是是，谢谢委员。第480案简列6万，科目自调，提书面报告。谢谢委员。第489案，请宣读。第489案，国防部释出相关福利无法在基层单位落实，原针对政战局第四幕向下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中业务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以上宣读。蔡世英委员要补充，有要帮忙补充的吗？好，如果没有，不予处理。谢委员。490案，请宣读。抱歉，489案，因为我刚才问他军哥，因为蔡世英有请我帮他发言，他是希望动。蔡世英这个案子是希望能够冻结50万呐、啊，哈，那看国安部落没有影响到你们作业执行的话，那案由当然他不在了哈，那是不是在能够同意冻结50万489案子？是，鲍委员，那是不是我们提出书面资料，我们再就冻结嘛？提出书面资料就可以就冻结哈。好，489案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不用同意的。是。490案，请宣读。第490案，为配合政府推动自由软体政策，原针对政治作战局第四幕向下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中资讯软硬体设备费减列100万元，提案人罗志正等四人。以上宣读。报主席，这个罗志正委员，我们跟他报告，他已经同意撤案。啊，是。好，490案撤案，请宣读。491、492并案，请宣读。第491案。政战局采购液晶电视预算大幅超出其他机关编列标准，原针对政战局第五幕向下政战装备国政
国军政教视听器材检列179万元，提案人吕玉玲等三人。第492案，侦政局逐年汰换老旧政战视听器材，预算编列有高估之嫌，原针对政战局一般装备向下政战装备检列100万元，提案人江启臣等三人。以上宣读，请吕委员。这个就是我们陆海空，大家整个都一样，这比例十分之一了啊，10%哈，是建议50，那就50万，减列50万，是啊，491减列50万，492江启臣委员，这是一样的嘛？是一样的，是一层是54万，不，报委员是不是50万就好了？一个整数，哦。是好吧，那就50吧。是，谢委员一起啊，谢委员两个合并啊。是，好，那491、492两案合并减列50万。493、494并案，请宣读。第493案，政战局办理新战讯息征收系统所需设备及投资，外界对此计划有疑虑，原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等三人。第494案，国防部办理新战讯息征收系统，两年投资已近5000万元，预算未统筹办理或办理分年分支计划，有逃避巨额采购监督之嫌。原针对政战局第5目项下政战装备之机械设备费，冻结2470万5000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毛文君等三人。以上宣读。请吕委员。这件就是我们要办理那个新战讯息这个征收系统所需这个设备跟投资哦。但是外界对这个计划都很担心啦，因为说国军有介入民间资讯安全跟我们的舆论塑造的这个疑虑哦，所以我还希望说再清楚的说明。所以我原来冻结多少？原来是要1000万嘛。1000万是。那我这边冻结100万。那说明之后是就动之好不好？是是是是，谢委员。我的部分也是哈，新战讯息征收系统，其实我们这个是去年就开始编了，对不对？是。可是去年看不出来你们编这样的钱是做什么用？你分年预算其实照理说应该在去年就要把今年的标出来，可是你是反过来今年才去把去年的列出来。是，而且如果超过5000万大概也要送采购室，所以也有一点切割预算的嫌疑。没有报委员，因为他没有超过5000万，总共是4000多万，对，4600多万。对对对，那你今年做你推回去感觉上了哈。是，没关系，因为而且你大概这个是做小耳朵。对，跟委员报告，它最主要其实就是一个卫星的接收，它其实主要就是接收一些公共媒体的讯息，它跟手机的讯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没有办法接收这个手机的讯息，频率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说，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设在各地方的那个接收台是固定式的，那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是机动式的，就是这个因应将来战争的需求，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机动式。好，是大概这样。因为你两年分年预算哈，你去年没有看不出来，那其实应该也有标余款，可是你今年又照编，所以我们想至少减列100万。是，报委员是不是可以并案，就是减列100万？就跟吕委员的这个部分。是是 是。那我们对不起，报委员是不是可以用冻结的方式？请委员能够真的，请委员不支持。你不是有标余款吗？没有。你去年就有标余款，你今年又这样编，那你把它减100万，你这个总共4600多万呢、欸？报委员跟委员报告，今年的标余款大概的额度是在90万左右。对，还不到100万。对。为什么会这么少？你4000多万的经费怎么会那个标余款那么少？你去年的标余款多少？就去年标余款就90万左右。去年呢、欸？对。去年呢、欸？你说今年？对，因为106年了、啊，今年了、啊，应该说今年了、啊。哦，说今年，明年两个年度采购。那明年跟今年加起来不会超过100吗？今年的预算的标语款已经缴回了，对，已经缴回了。明年的部分我预估大概在90万左右的标语款。是。请委员能够多支持，真的。请好啊。是。冻结100万。是是是。谢委员。谢委员。493、494两岸并动100万。
委员，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支。谢委员。回四七九之一通案，请宣读。四七九之一，原针对政战局检列一亿元，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以上宣读。徐仁委，徐仁委员在吗？啊，徐委员，不好意思。我四七九之一的话，我基本上还是对于这个我们，就是说政战部门我们在做国军形象提升的这个这个经费的使用上面来做一个检讨。那其实刚刚其他委员已经有关注过这个拍这个网络剧的这个部分，那是不是再请这个政战部门这边来解释一下明年齁，就是说在做这个其他部分的一些文宣的一个规划的项目好不好？是跟各位委员报告，因为明年我们我们还是一样，除了这个九三系列以外，我们还有包括了各营区的开放和走入校园活动等等。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像今年拍的这个最好的选择，虽然各位委员认为说这个收视率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它至少它带动了其他的影视界的这个对于拍摄这个国军这个相关的电视这个有兴趣。像我们现在了解，就是已经有大概三个单位哈，已经开始在规划要拍摄我们国军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视。那我想我们至少还是的带动了一个这种风潮，所以我们还请委员能够多支持，是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做执行文宣所需要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经费。是那你们现在明年就是没有再继续要拍了是不是？目前是没有规划，但是就刚刚讲了，已经有大概三个单位来协调，那这个部分的话是由他们自己出资的，但是我们会做全面的支持。我是觉得齁，这个网络剧齁其实可以考虑继续来去拍啦。是齁，我也对于这个新的尝试这部分表达一个支持之意。是那但是就是说是因为也不要说因为收视率不好然后就不继续齁，那我是希望一个鼓励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毕竟大家如果说对沟通的对象是年轻人的话，还是用一个年轻人的方式来去表达啦。对，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就减列五十万，好不好？哦，这个当就是说希望你们有所警惕，然后这部分可以再加强一下。是，包委员可不可以用动五十万，然后我们提书面报告，再解读。在这个动资，那动一百万好不好？是动一百万，好提书面报告，然后是就是说你们在规划这些预算的这个文宣的使用上，可能要在一些内容的制作要想到一元多用哦，因为如果很多文宣可能是一次性就结束了哦，多想一些新媒体的做法是好不好？那动一百万，然后请你给我一个报告，尤其在多媒体多媒体使用上，还有跨平台是这个使用上可以怎么做？是这找机会你在我办公室跟我讨论，好不好？谢谢，谢委员，谢委员。四七九之一，冻结一百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支。接下来军备局。第四九四之一通案，请先宣读。四九五至四九七并案。第四九五案，军备局军事行政项下行政事务预算，其数额与106年度预算完全相同，显不符合临机预算原则，原予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李孙林等四人。第四九六案，军备局留用陆空军年度预算办理支付清付公司第三期款项，原针对军备局第一目项下行政事务费之一般事务费减列329万5千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四九七案，军备局
留用陆空军年度预算办理支付清付公司第三期款项，原针对军备局第一目项下行政事务中之特别费减列9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以上宣读。请吕孙林委员。495。好，谢谢主席。那我的案子是495。那我是认为说，依据这个10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这个编制作业手册里面呢，政府预算收支应该要先起做整体性的一个缜密和检讨，然后来妥善规划这个各项的业务，才能够发挥这个财务上面最大的效能。但是军备局在这方面呢，就是预算跟106年是完全相同，那我认为说有点不太符合临机预算的原则，所以在这部分呢，我希望要减列20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以上，谢谢。公务员报告，因为他这个部分的编列是国防部所属各级单位的一个定额行政的费用的一个基准表所定制出来的，所以说他在金额上面，只要我的编制的人数，然后我的编装没有做调整的时候啊，其实他编列的预算基本上就是会一致，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愿意说是以书面报告再跟委员报告细部的一个编列，包括我们各单位的一个编制的状况，每个编制的一个中央机关所定的，建议委员给我们冻结之后，我们跟您做一个说明。好，同意，冻结200，简历改简历改那个冻结。谢谢委员。好，谢谢。那496跟497哈，我们可以并案处理。不过因为这个在军备局长其实在列了一件有遭到行政处分，可是这个整体的列了一件的案子专案管理不当却是事实，所以以资源调控为由，留用云芝各种军种的预算达24亿，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支付列了一件第三期款给清付，这是更离谱了。所以常年其实在处理国防部大大小小的军购案，专案管理跟采购经验在国军里面，照理说军备局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发现列了一件案的付款可能有问题，也没有一个采购专业军官能够预防列了一件的这些相关的弊案的发生，都证明军备局跟海军一样，从领导统御跟内部管理是出了一些问题，尤其要匡正纪律严格专案管理，所以这部分我们建议要简略。跟委员做一个说明，跟委员所提的两个案子，一个是针对栋梁拐沟的一般事务费，那一般事务费是本局的3个中心还有22个厂库他们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一般行政的事务的部分，那建议委员能够基于基层的考量，在这一个部分能够予以那个免于那个三检，让他们能够正常的运作。那第二点就是有关在栋梁沟沟特别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刚委员也指出了我们军备局在这些的资料审查的一些的疏漏，虽然说我们也有了相关的惩处，那部长也在委员会的时候针对这个事情，针对我们资料的部分也做了抱歉，其实我个人也一直觉得很有愧疚，在这些资料的审查没有基于一个业务主观的部分啊，没有去好好的做一个审查。虽然说在这整个案子里面我们确有责任，所以说有关委员对我个人的部分的一个简列，那我依委员的指导办理。谢委员。所以是建议栋梁拐沟能够免于三栋，然后特别费的部分依委员的指导，就是三主管的主观的是没有，他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报委员能够给我们部署的能够免于三检，是针对主观的部分，依委员指导。这个他这样是主观本来就该负起责任啊，主观承担起来，不要影响到部门其他同僚的运作哈。我本席支持哈。他
他的特别费啊。下班了，该完了，可以完了。不过你是我见过目前唯一敢承担下来的，不要删了。谢委员之，谢委员。可是另外前面的部分我要冻结，冻结前面冻结二分之一，因为从审查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承担，那你的部分就不删了。前面四九六，冻结3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实得动之。是的，委员。是是四九五，四九五，吕委员是动，四九五冻结200，提书面报告，要经同意吗？经同哈？好多要经同意。好，四九五冻结200，经同意后实的动之，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实的动之，四九六。冻结300，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四九七撤案。四九八，请宣读。第四九八案，国防部暨所属各个单位未有一独立之新战辅导预算，应予检讨。原针对军备局第一目项下政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冻结29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吴坤玉等3人，以上宣读。四九八。吴坤玉委员，报委员，这一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跟潜力一样，就不冻结提书面，就是他有关那个是谢委员。跟侦探局都有谈好，所以就撤案了。四九八案撤案。四九九，请宣读。第四九九案。新增办理兵市场噪音量测工作，其目的及需求不明。原针对军备局第三目项下训练综合作业中之一般事务费冻结142万2千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3人，以上宣读。这个部分宜兰其实，以前都是宜兰县政府出的经费，对不对？是的。那这个其实这个在军备局里面，宜兰厂是规模比较小的。那现在每个单位都要做，未来是每年都要做这些环境的影响。那每年要支出的预算有多少？跟委员做一个报告，我们目前军备局的生治中心所属的，目前就是以我们大福兵市场。因为他要做一些火炮的一些验测，所以说原来是由宜兰县政府他们的环保局愿意来负担这一个部分的经费，那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默契。那按照规定是要应该由使用单位来编制预算做一个噪音的量测。那因为每年我们都要针对这个噪音的量测要去做一个监测，它的最高值会被去做一个改变。那因为宜兰环保局可能也有他的一些的考量，在去年召开会议的时候，宜兰环保局就希望说这个经费能够回归到使用单位的编制，因为规定也是按照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编制一个监测的经费。那这个编制的经费最主要是要量测，它的规定是要一年的，但是如果说是你的这个火炮的射击的数量，还有火炮射击的口径。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你所要做的监测就是最大的值，所以我们就要依照年度的计划，在什么时间我们会去执行一个火炮的最主要的火炮试射的时候，再看这个值有没有变动。如果没有变动，我们就要按它原来的一个敦亲睦邻的补偿经费予以补偿。那么未来每一年国防部都要做吗？都要花一样的钱吗？是的。那大概的经费多少？要300万。有关敦睦，因为每个地方还不一样。那我们军备局本身现在目前就是大福兵市场，那是依照我们国防部有一个敦亲睦邻的，对，像在南部可能有联训基地啊，像如果说有些机场，还有机场的它的噪音的量测，其实这整体在这个有些是地方政府，它可能说基于大家的互惠的关系，有些由地方政府他们愿意出，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是要由我们这边来去整，就是由国防部编列预算，可能状况不一样，像机场
他每年都是要监测都跟相关的预算，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因为你现在变成每个地方都要做，然后每年都要做，那会增加非常多的预算。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些，虽然不要造成对民众的影响，可是你在这些监测方面怎么样，在整体的考量预算，可能还是要怎么样遵节，大家还是要去做整体的考量。是的，好，这一案撤案，谢谢委员。500到503业务费通案，请先宣读504。第504案，军备局第四目后勤综合勤务之委办费，成效不彰，原予删除2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等三人。以上宣读。请吕玉玲委员。504。504案是我们要每年编列高额的委办费来办理工业的合作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没有具体的进展，成效也不彰哦，所以我要请军备局，针对于未来我们工业合作的短中长期的目标跟规划，还有目前达到的进度跟成效，给我做个书面的报告哦。我可以不用简列，但是我这边要冻结200万，经过同意后实的动资。是，依委员指导。好，504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实的动资。505，请宣读。第505案，国军205兵工厂今年7月失火，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后勤综合勤务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冻结66000元，书面报告后实的动资，提案人林长佐等三人。以上宣读。好，请林长佐委员。我想这个其实还蛮单纯的啦，就是有一些天灾人祸可能难免，但是我希望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这个调查跟检讨的报告，然后之后我们再来解冻。是，依委员指导。要冻结6万。六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回。500到503业务费通案，请宣读。第500案，国防部将市岛加菜金编列专案所需一般事务费显有不当，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后勤综合勤务中业务费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501案，国防部办理2018年国防装备暨工业展国防馆展场装潢，为一次性使用，净编列1000余万元。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后勤综合勤务中业务费减列5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502案，外界对于国防装备暨工业展发展发明展了解有限，国防部说明不足，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后勤综合勤务中业务费减列200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503案，军备局后勤及通资业务项下业务费过去办理及未来预期效应说明未征明确，原予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岭等五人。以上宣读。第500跟501哈，因为其实我们在办理国防装备跟工业展国防馆展场装潢的时候，这两个案子其实编列的预算都非常高，那展期非常短暂，而且都是一次性的使用，我们大概将近编列了2500多万，而且这里面还列了加菜金这部分哦。我们应该用原来的方式跟预算去做就好了啦，你扣除加菜金其实还有2400多万。另外在这个里面，你们之前有提出一些说明哈，就是说这个国防我们有一年是国防展，一年是海事展，你厂租就700多万，然后参展单位要500多万，其余的1000多万是装潢的费用。在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其实我们是有点浪费了，因为你每年在做重复的投资，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做有效的重复利用，所以对环保跟整个经费的预算的节约，其实都造成很大的浪费。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求要减列，先把加菜金减下来好了，减列一百万。有意见吗？501，我的部分是500501，那个不，那个是不一样的。它好像一样嘞，台北有国际航太展，台北是航太，高雄是海事，台北是国防工业基地。502可以先，哎呀，好啊，蔡适应委员的可以先。那个因为蔡委，哦，好好好，那个蔡委员预算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对对，我先讲一下内容，它很相近的哈。现在有航太展跟那个海事展哈，那我想要知道一下，说去年呢，我们编列的相关预算有没有结余或者是标余了哈？因为我了解的部分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要编列加菜金？我曾经听他们讲过，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任何我们自己的国防武器啊，那个送到这个展场去的时候呢，它要24小时有阿兵哥在那边顾。所以你必须要用这样方式编列，因为阿兵哥不可能领所谓的加班费，可能要用 类似这样的方式。不过还是请军备局来报告一下哈。那我觉得说预算能省则省，那去年我们到底有没有结余或标余，才能够知道说他们未来在做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浪费哈。那同时那个可能也要跟各位讲一下，在台北跟这个高雄两个都是用世贸展览馆，世贸展览馆是我们台湾最好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展场的话，它里面的这些租金的规格其实是比较高哈，它不是在路边摊搭盖一下哈，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请这个国防部，尤其是军备局再讲清楚会比较好。那蔡委员的部分，他如果自己补充没有关系，但是他大概不会朝着简略方面处理了哈，还是要说清楚比较好。啊，请军备局。是，鲍委员，我在此做一个综合的说明，针对各委员所关切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事实上在每次跟厂商在做签约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他能够做针对材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材料，希望说它能够重复的使用。那这些的完成的这些展场的设计完之后，除了说它大型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作为再利用以外，其他的我们都是由各承办单位它完成这个拆除之后吸回单位做再次的那个运用，以作为它后续不管是单位的开放参观，或者说是那个国防各项的其他的实际的展出的时候都可以再予以运用。第二个，有关在费用的部分，现在所在编制在里面的刚才马委员所提到的，在马委员的部分有2500多万，事实上在里面我们的有关国防武器展的部分，我们在里面只有编列了1000多万是属于它的部分，其他的还是我们一般的后勤综合勤务。那这一个部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场租，还有我们的那个展场的一个装潢的费用。事实上，装潢的费用我们在去年在那个今年在航太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评估过。在这个的评估，其实我们付出的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员的支出，因为各项的展出它的中间的一个期程，不像我们去盖一个房舍可能需要蛮长的时间，它可能就是2天到3天，前面一个那个展出结束之后要24小时的加班，要完成它的一个展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运用，所以说是24小时在加班。所以说在厂商的一个最主要的支出，其实不是在它的一个装潢的一个费用，在它的人事的费用，再加上一例一休的这样整个人事成本，甚至我们在如果是礼拜一要开展，可能还会有周六周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员的加班，所以最主要是在人事的支出的费用。那第二点，针对明年的海事展，明年海事展其实在今年的9月份，其实船舶工会就已经在跟我们做相关的一些联系。那明年的展出的期程可能会比今年的航太展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那在场地的规划，航太工会那在那个船舶工会也提出来说，可能展出的区域在南部，因为区域比较大，那我们可能要展出的装备类别也会让那个品项会比较多，空间的运用也会比今年来的大，所以说在场租的部分，我们也相对的有部分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每年事实上都会因应这个展出的时间的长短来去做一个调整，所以今年的预算事实上我们大概整个。针对明年的海事展的部分，我们比今年的航太展，我们事实上是大概是多编了大概300万啊、整体来讲是多编了300万，就是考量船舶工会已经跟我们提出来相关的这展出的规划，所以我们就从临机预算的观念，我们来去做一个编列啊、在此做一个综合的说明，报告完毕。
请蔡委员。感谢主席哈，我再请教一下军备局，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家国防相关的展是两个展还是三个展？目前就是在国防的部分，我们是两年一个轮流，今年是航太，明年就是海事，后面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每年。那所以另外一个国防装备暨工业展这个部分的名称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一个可能是以海事为主题，一个就是以航太为主题。所以我们现在不针对是海事或是航太，但是就在叫做国防装备展，是装备展。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去年的话是今年是办什么？今年是办航太，今年是航太，去年是海事嘛？所以明年度会在海事，原则上大概确定就是在南部嘛，是对不对？那我是建议一个东西，就是说哈，因为我刚好跟我们刘委员讲，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也有办相关的这种军事展，但是我觉得军事它除了静态之外有一些动态的展示啦。那我是觉得好像我们看到的都还是以静态为主，像那个航太展都放在世贸馆里面，大概那个要动态不大容易。我会建议未来是不是考虑应该是要有动态的场地结合，我觉得规模会比较大，这第一个。第二部分的会后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一个资料，就我还比较好奇，就是说那到底我们办的这些展之后它的效益在哪里。好，理论上我们办这样的展，能够吸引国外跟国内的买家，这第一个。但国内买家只有军方嘛，对不对？不大可能民间嘛，或者是军民和就是军工业的一个扩展，好，就是有可能延伸许多的合作厂商出来。那我觉得大概就重点在这两个部分哦。那其实另外我有看到你们军备局的收入预算的部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如果照你这样讲，理论上应该是我们的国防展办得越好，我们军备局收入要越高才对啊。好，那我觉得这应该未来是要朝这方向来做哈。所以我想说，今年的预算的部分就如同刚才刘委员提的哈，你们到底有没有结余？好，第一个先问你们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会后给我们一份资料，就是对于每年你办出来的评估成效在哪里？因为其实没有看到，那你没有成效，我就很难去继续。虽然我们看起来觉得这很重要，可是我觉得重点是要有成效出来啦。那我想军备局内部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成效的一个评估嘛。那这部分再给我们一份资料，好吧？那我想你们说明一下，那以去年度来讲，你们整个案子做出来的结果，大概？对啊，所以我就说动态展示啊，未来规划动态展示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那个去年度办的活动结余，大概结余多少钱？啊，请王委员。我一并问一下，再让这个局长来回答哈。因为我们到要设定一下我们这个展览的目标，因为我们台湾并不是一个军火输出国，所以我们办这个商展到底是为了国内经济、国外经济，还是单纯的展示？那单纯的展示，让民众来贴近，再附带增加募兵的摊位。你们目标是什么？刚才蔡委员讲的就是你要有目标，我们才能检视说花这个钱跟这个目标之间有没有成长、降低等等。那第二个，我刚才刚好看到你们那个今年国防报告书里面，你们还提到中国现在变成全世界第三大的武器输出国，好，它的武器什么东西的？那我们的东西品质其实不差，你像韩国的潜艇也跑去国外报价了，他从不会做到第一代做的不好。到第二代潜艇去报价，所以武器输出它除了是产值以外，有时候是一个动能，带着国内的这样的相关国防工业可以往上走。所以我要询问的是说，你们每年办这个展，目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包含我们的国防工业输出品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国防工业输出，就至少就我们知道的项目，跟这个展览关系都不大啊。比方说那个枪架的部分、枪托的部分，那个都平常在处理的。这个本身有没有在做这样子的功能？好，这以上请这个军备局来回答一下。军备局局长在接下来做相关的说明，就是刚才蔡委员有提到的这个动态的部分。其实，在去年的航太在海事展的时候，事实上海军就把一些的包括潜舰，包括我们的新型的，就是巡海级的，就沱江级的舰艇。所以说海事展其实我们可以借由高雄的整体的一个港事合一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设施的配套，
啊，其实在去年的整个海事展就已经有做这些的舰艇的开放参观，然后希望大众对我们相关的这些国防自主的这些的成果能够去做一个展示。那如果说后续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可以结合，因为船舶来讲海事的话还是着重船舶大概就是以着重一个船舶的国防自主的一个展现啊，其他的动态的部分的话，如果还有场地的一个可以更多元的一个使用的话，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规划。第二个有关就是我们的成效的部分，其实今年的航太展是我们大概历年的整个展出来讲，跟委员做个直接的报告，我们这一次大概吸引了约三万多人次的来参观啊，还有更多的委员到现场来跟我们打气。那国外的公司，我们大概这一次的整个统计，大概有洛克希德马丁15家的国际的厂商，也是历年的之最啊。那当然，这个参展的总共有37国，然后277个国外的航太的业者的参与。所以这个的整体成效来讲，确实是一个我相信会越走越好，因为我们在国防自主的整体的政策下，国外的厂商其实也确实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他们可以慢慢的能够参与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关我们刚才那个王委员所讲的国军现在的这样参展，其实上我们是参展，我们配合整个都是一个参展的角色。其实就我个人的看法，在整个国防武器展，其实它除了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展现国防自主的一个成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我们投注到这么多的一个预算经费，在各项的国防自主，不包括国防科技或是各项武器装备的量产之后，如果说能够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还有一些我们平时不能够借实体的展出，能够借由一些国防科技的这样子的参展，是一个机会。第二个也是除了我们的自主的成效的展现以外，另外就是国外的厂商啊，他们来看了之后，看到我们有这些的科技，其实这个中科院应该最有感触。他的感触就是，当人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中科院的一个成果，委员去年到的时候，其实中科院有展出他的很多的研发出来的很多的套件，不见得是装备，然后突破了一些的关键技术之后，其实中科院很有感触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参与的将来合作的厂商共同开发啊，合作生产啊，这样子的厂商，其实中科院应该是最有感触。这个部分，我相信搞院长在这个部分是非常有感触。其实这个机会越来越多。第三个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展出的话，啊，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国防产业整体的动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是确实在一个成效上面的话，有这三个目的，我个人的感觉这三个目的事实上都是正面的，也希望委员能够支持。那刚才最后蔡世英委员有提到说，我们去年的整体的结余的部分，我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在去年我们是从算是军备局第一次办这个活动啊，原来是我们国防部的资源师，这个预算从原来编列3000多万到我们军备局，我们在核实的去做检讨，我们把它降低，从资源师移过来之后，我们把它编列到今年我们又提升变2900万。那至于说去年的整体的结余啊，那主要就是各单位他在展出原预估的啊，等于说在展场的结余其实大概不得完全差不多都核实，而是各单位的作业费，我们在各单位的作业费确实有结余，大概可以各单位因为他的核实的资用，大概可以结余在整体的预算大概会有100万的多这个增幅。那当然也是要正式的一个展出，看展出内容结束之后要动员多少的人力，它包括它的加值班费最后的扣除，它的装备的运费准备，要到最后结算才能够了解结余的状态。大概今年的整体的作业的结余啊，在展场的部分是少，但作业的部分我们大概结余了100万，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因为你们在这个部分把加菜金也放到里面，那个比较不合理啦。跟委员报告，这个加菜金不是我们这个展出的加菜金，是我们一般，因为它是后中勤务。跟委员报告，这个加菜金是我们军备局去访视部队。去给部队的加菜金，跟委员报告，我们105年实际合资给部队的加菜金啊，都不是运用所谓的国防展示，它有特殊的一些事由的时候，
所以说那我、啊、我你不应该放在这里面嘛？哎呀、啊，对啊，你把那个一百万减掉了，你们自己去调整，是是是，好不好？我们科目自行调整，谢委员知道。这几个病案我们减列一百万，然后科目自己去调自调，哎，委员好。第一，要506案，请宣读。第506案，军备局生质中心205厂于106年7月发生火警，原针对军备局第四木巷下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冻结200万元，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吕玉玲等三人。以上宣读。吕委员，针对这个修缮跟维护管理哦，我们发现在我106年7月21号的时候，也因为电线走火引起火警哦，后来经过我们的消防抢救，虽然说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我们希望军备局对于我们的营舍哦，可能是因为很多的老旧哦，要加强管理，让我们的营区都能够更加的安全，所以我们希望你们针对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营区老旧的程度先后的顺序是、哦、要因为你们不可能全部一次到位去做个修复整理嘛，所以可不可以再排出哪边规划哪边要先修多少啊、哪边要先修这个期程啊、短中长期程做一个规划给我，是给我了解一下啊、你们的整体的改建的或者整修的部分好不好，所以我这一部分先冻结一部分等整个规划出来有短中长期的修缮计划之后我再给予解冻好不好，那先冻结200万报委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冻结低一点100万，那我们可以先期的做好，那就冻结100万，是谢委员啊506对吧，506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507到509之二分支通案并案，510到514案业务费通案，请先宣读517到520。第515、516为空号，先宣读517案。国防部与台北市政府合办幼儿园预算编列前及竞与招标显有不当，原针对军备局第四木巷下营产管理中一般事务费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518，今年4月南岗营区控制库房遭窃，原针对军备局第四木巷下营产管理中之一般事务费冻结5906000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李长佐等三人。第519案，国防部控制营区其清理释出之进度显过于缓慢，原针对军备局第四木巷下营产管理之一般事务费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第520案，国防部应督促军备局积极检讨释出控制营区，原针对军备局第四木巷下营产管理之一般事务费冻结1200万元，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吕玉玲等三人。以上宣读。那我512是在这边讲吗？还没。517的部分，因为其实国防部要照顾我们所有的官兵跟台北市政府合办幼儿园的部分，基于这一项，基本上我们是认同的。不过我们又再一次发生，其实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之下，你都还没有任何编列预算，我们又开始先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大概一直重复发生这样类似的状况，包括我们过去方阵快炮也好，猎雷舰也好，工程车的延改也好，悍马车也好，现在又有这个幼儿园，甚至等一下我们还有后续审在审的案子里面也有，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其实国防部不是并不重视我们委员会，尤其是所有委员的权责，你在还没有预算的情况之下你都先跑，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应该要冻结。另外我们也很希望，因为这一次虽然跟台北市合作，你台北市也要负担一部分，可是
光是用你旧有的银色然后去改造就要花7000多万。我们记得我之前在当镇长的时候我盖了一个全新的，然后一二层楼，然后才花4800多万。当然每一个不一样，可是我们如果是给官兵使用的，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让大家所有的基层的官士兵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托儿的教育，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我们不是要豪华型的，我们不需要维格的，我们不需要那个很高级的，可是至少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可以受教。所以基本上我们也觉得那个经费也偏高，因为你在很仓促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你大概就考量不到。还有一个是我们也希望，其实你要照顾的是基层的官士兵，那你如果说在那个营区可能更多基层官士兵很需要的地方来做照顾，这样提供这样的一个诱因，我相信对募兵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吸引的条件啊。所以就这几个部分哈，因为你像退辅会，他们其实退辅基金也有成立一个三军幼儿园啊，他们一个学童只收500块。那这些可能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诱因。那就这几个方向我们觉得还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要冻结，建议冻结2000万。没关系，等一下你们再说明哈。哎呀，啊，蔡委员，7000多，6000多，请问一下，那个五一是？没关系，等一下再说明好了嘛。哎，请蔡委员。主席，你讲的是517嘛，对不对？啊，514可以讲吗？还没，514还没有。517到522。好，那我想，你不问，我想确认一个东西。我记得我办公室有处理过，可能我们很多委员都有处理的，一个叫做国防部的爱德幼儿园呐、啊。局长应该知道这个案子吧？哈，那我就一直在想啊，那个案子我们要求他拆屋还地啊，他已经是个现有幼儿园了。那他们后来也表达说愿意跟国防部来合作，继续来推动幼儿教育的部分，也不用出钱啦、啊、甚至要出一点点钱而已啊。那而且那个幼儿园也是最早是国防部成立起来的，那为什么不去就那个案子直接把它解套，还要搞一个钱跟台北市政府合作合办，然后又要花这么多钱？为什么？我觉得同样一个案子这样做就好啦，地点不同我觉得还好吧。好不好？说明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看起来就蛮讽刺的。我觉得军备局就这个幼儿园7000万的案子要说明几点哈。第一个，如果说真的在弄幼儿园花了7000万，所有人大概都认为这个效益其实投资跟效益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这7000万到底是做什么？那它使用的目的是什么？那做了之后，幼儿园是里面其中一个项目，还是全部是为了幼儿园？然后这个跟我们官兵福利的照顾的关系，然后最后一个，那跟台北市关系又合作又竞争，比方说他的小朋友需求量大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军中子弟的是优先的等等、哦、以上请军备局说明。各位委员还没有知道，军备局局长在此跟各位委员做一个综合的说明。首先，针对马委员所提到的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预算的编列，第二个预算的一个那个实际的需求，还有其他国防部是否在其他的地点会去做这个幼儿园的整体的考量，三点来做一个说明。首先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在预算的编列方面，因为我们这个跟台北市政府的合作，虽然说从今年的年初就开始由政战局去做一个洽谈到最后，一直到因为中间要突破很多的法规的一些限制，事实上我们在到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幼儿园非盈利的幼儿园，这是一个非盈利的幼儿园，能不能够顺利的推动，还有一些限制的因素，所以说我们一直也是在挣扎，到底要不要把这个预算编列到我们的预算书表上面。如果编了，最后我们没有做，这个是第一点，一直到11月初的时候，才跟台北市政府正式的达成一个协议，能够来推动在107年的9月份，能够希望这个幼儿园能够达到我们完成设施的准备了之后，让学童能够去做一个入学，所以在一直到11月份的时候才签订了这个 MOU 啊，这个 MOU 签订之后，等于说我们部内开始去启动我们这整体的一个预算的一个一。
一个运作，还有去做一个招标。那我们大概的一个整体的策略是在106年的时候，我们完成设计，然后送件到台北市政府去审查，然后107年的时候，我们用再来去做一个市预算的状况来去做一个整修的部分。那由于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搭配，其实我们真的谢谢各委员都支持一个幼儿园在一个对于我们不管是少子化或者说对我们的募兵上面可能可以引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果。那经费的部分也跟委员做一个报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七千万，区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签订的 MOU 里面跟台北市政府所签订的，就是有关在设施基础设施的硬体的部分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台北市政府它是要求我们要依照幼儿园及其还有及其分班的基本设施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从开始跟台北市政府洽谈的时候，我们区分两部分，硬体的部分大概是有接近4800万的部分是由国防部来去支应硬体的一个整修，那另外还有约2200万是由台北市政府它针对幼儿园所需要的设施的部分来去做那个整理，等于说我们国防部完成基础的一个硬体部分，然后软体其他的设备的部分由台北市政府负责。那由于在这整栋的建筑里面，它还包括考量幼儿，还增台北市政府也提出了说能不能有电梯在设置在里面，所以说电梯的设置使整个成本它是增加了，希望能够让幼儿能够更加的一些的便利，所以说这个部分增加了一个成本的整体考量啊。那第三部分就是在是否在其他配合国军后面的营舍的一个整修件，把这些跟各地方政府是不是都能够循台北市政府的这个模式来我们来把老旧的营舍，因为很多委员都关注我们老旧营舍或空置营区将来的运用啊，我们其实国防部的方向也希望说，从台北市政府的这样子成功的案例，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逐渐的能够去把老旧营舍能够更发挥它活化的一个效益，能够支持我们现在的推动的一个幼儿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能够在少子化的能够配合我们政府整体的施政，把这一个部分去提升。那有关爱的幼稚园，刚才那个蔡委员所提出来的爱的幼稚园，因为爱的幼稚园它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其实我们当初所提出来的诉讼是希望爱的幼稚园能够，因为它还是有在土地跟设施上面的一个占用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所以说这样子的诉讼完毕之后，必须要先把，因为毕竟我们都希望说是以公平的方式来看我们所有的土地被占用的，所以我们有土地被占用或房舍被占用，其实我们处理的标准都是一致，所以我们有一些这样子的处理都是由军备局来去做。但事实上我们也跟台北市政府有谈到，就是说后面的爱德这样子一个具有历史的一个幼稚园，我们到底是以我们如果说回收了这些土地房舍之后，我们后面这个部分，那我们跟台北市政府协商之后，台北市政府也觉得说这个地点能够继续的来经营一个非盈利的幼儿园，其实是他也是准备走的这个方向，因为现在那个部分也列为台北市的文化资产，那我们军方也其实也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物也有它的很多的历史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延续幼儿园能够将来由台北市政府来去经营一个非盈利的幼儿园，但是因为房地占用毕竟是国产法上面必须要依法行政的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跟委员再次的做一个说明。那刚才王委员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将来我们在幼儿的部分，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招生的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所签订的招生的一个大概以会与军融券的还有台北市政府的这三个条件比例，大概是军方是65%，那台北市政府会35%，那台北市政府也允诺他会把一些弱势的这样子的，我们军方会针对从外离岛来台北服务的，如果说他把他的家眷也带来，然后能够去优先，我们是以这样子让弱势还有这些家不在台北的都会作为我们优先，这部内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整体的规划那有关后面的经费的，还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就说现在的这一个是栋梁拐沟的一般事务费，如果说我们要
要新建幼儿园的话，我们是必须要用的是栋梁八梁，不是栋梁拐沟。那栋梁拐沟最主要是我们空置营区的后面的巡管跟环境清洁。如果说是因为我们明年空置营区的巡管跟环境的清洁，其实我们在年初，其实我们现在的标案已经在走了，因为在明年年初环境的清洁跟空置营区的巡管就必须要开始了，一月份就有这个预算的需求。如果这笔预算如果说做了冻结或者说删减，其实对我们后面整个环境清洁的部分会有影响。那至于说明年刚马委员所提到的，因为我们会是用栋梁八梁的预算，明年栋梁八梁的预算跟委员建议，我们任何的要去做这个幼儿园的支出的时候，我们都来跟各委员办公室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们后面栋梁八梁的一个在整建的，因为我们现在设计费是从栋梁八梁，就是我们是原来是应该是植物宿舍整修建。那植物宿舍整修建正好我们原来这个就不是一个宾舍，它是一个办公室，正好符合这个科目的去使用。那明年的部分，我们任何的要再去支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跟委员来做一个说明报告，我们后面的支用的目的。因为现在如果冻结2000，我们明年空置营区的巡管就会出问题，因为它使用的科目是不一样。谢谢委员。这个部分哈，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幼儿园的部分，我们当初也一直建议，认为国防部其实可以广设一些相关的这样的设施，甚至北中南可能都要。可是我们认为你应该要在比较适当的，就基层员，比如说湖口基层官士兵这么多的地方，而且其实你应该要用新建的，你用旧的营舍，幼儿园跟其他的大人使用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小孩子甚至他使用的马桶、卫浴各方面，还有他的消防、他的建筑规范，跟大人是完全不一样。他的马桶是小型的，所以你用旧有的营舍去改，不但浪费钱，而且其实你要改掉大部分，这是这样的投资是非常颠倒，所以应该用旧有营舍去活化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做另外的考量。可幼儿园的部分，你们应该要有专业的考量。那如果不是我们专业的，你们多请教一些相关的，那不要把钱浪费在无谓的投资上面。那这个部分，不然我们等一下还有话。好，蔡委员。啊，还要做结论，你好，你不会瞎出来之类的。好啊。我公说这样话令人了，拍谁？请变成外行公吼。刘委员，那个其实我们国军要设立这个幼儿园哈，在现在少子化或照顾国军方面，这个政策的方向是对的哈，但是在执行上出了状况哈。刚刚那个马委员跟还有刘委员跟我想的一样，我们的国军官兵最多的地方不在台北市哎。也不在国防部部本部，而且国防部部本部里面的国军官士兵年龄偏高吧？你的小孩子只有两三岁吗？还是你要放孙子在这边呢、啊？所以其实部本部有年轻人，不是我说年龄偏高，我不是说、欸、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吕委员他那个桃园，或者是我这边的左营，或者是刚讲的湖口那边的官士兵才是最多的哈。那所以我们应该以照顾这样的方向来考量哈。那当然你要。现在就是因为要土地干嘛，就是直接来找台北市，然后要放在国防部部本部。你如果放在国防部部本部，其实只有嘉惠在国防部部本部上班的官士兵，其他的其实没有照顾到。到最后照顾到谁？照顾到国防部部本部的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譬如说区公所，这样不对。而且我们所要分摊的经费是他们的两倍。然后再来，刚刚那个局长所提到了说，为了要考量什么方便，要弄那个电梯，其实不对哎。你如果去看过幼儿园都低楼层，只有一层跟两层，两楼你就要坐电梯，小孩子不可能在高楼层哦。那个照顾小孩子要注意，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被框了还是怎样，要考虑清楚。就说方向我们都同意，可是在执行上面是出了状况哎。我觉得军备局要特别考量一下比较好，好吗？好，谢谢哈。我觉得刚刚那个爱的幼儿园的部分，他还是回答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就是说，如果今天是要跟台北市合办幼儿园的话，那爱的幼儿园那个案子就可以拿出来用就好了，是这那个海军方那个一块钱都不用出，直接可以处理掉就好了，而且可以解决掉这个打完官司处理的一些问题哈。这是第一个部分，没有你就移给国产署去处理嘛。好，没有，我还是讲完哈。
没有，我就觉得哈，就像台北市柯文哲自己跑去爱德幼儿园说他要去保那个财产啊什么有的没的一堆，就把问题丢给柯文哲柯市长，他那么厉害，就让他去处理，看他提出个解决方案出来嘛，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是认为说哈，你要花这么多钱，到底要收多少的小朋友啊？刚刚都还没讲哈，你要收几个小朋友？好啊，你收这么多小朋友，然后每个小朋友收多少钱？好，收多少钱？你花在他的身上，还是干脆你去补助他们去外面上别的幼儿园，让民间幼儿园多一个收入，增加经济活络，不是更好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如果真的要成立幼儿园，是要在那个地方原来就没有幼儿园，而且确实有这个需求的地方才要成处理啊。我相信以台湾各县市来讲，台北市大概最不缺幼儿园了，其他县市应该都还蛮缺的啦，那尤其是有一些我们的军事单位都在比较偏远的区域，可是又有大规模的军事的人员驻扎，旁边可能还有我们的职务宿舍等等，我觉得就那些来讲，才是真正需要有幼儿园设立的一个部分才对啊。一个台北市的精华区旁边，国防部旁边还有大学、中学、小学一大堆，其实不大需要国防部自己去凑热闹搞这个东西。我强烈的要求国防部哦，应该是就野战部队的部分，第一线的野战部队的单位去设置幼儿园才有必要性，高师单位、后勤单位都不要设，因为你这样设，你不是变相的鼓励我们的军事人员往高师单位跑、往后勤单位跑吗？那我们一直希望真正重要的是在野战单位，所以我这边要求哦，就说。国防部应该要在野战单位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设置幼儿园，我觉得比较重要齁。那如果是台北市的部分，我是觉得我其实对这个不以为然齁，谢谢。我针对刚刚我们解释出来的，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了。我觉得我们国防部做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务实的去基层去看一看，再来做一个规划计划啊，做一个空的，到时候每个我们审查预算每一个都是成效不彰，在我们城乡方面你们要去考察一下，还有我们所有军事营区方面实际上的营舍方面你们也要去考察看看实际上的需求。刚刚像前面几位委员讲的，台北市真的很多国中小学都有附设幼儿园，他们都可以就近照顾我们的需要，包括我们立法院，我们旁边也有青岛路那边也有幼儿园，一样的情形，就是没有迫切性的需要。那像刚刚我们讲到的，不管是左营、桃园，我们那边有鹿总啊，还有湖口啊，还有巴德啊，还有台南啊，这些我觉得你都要去看确实的需要，不要方便行事，或者是说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性的、示范性的就收到台北，这样子，结果呢，那附近的市政府、区公所他们附近的行政人员在使用而已啊。那你如果落实要照顾我们的所有的三军，那你是不是应该选择适当地点？并没有土地的问题，后面我们还要审你闲置土地，你太多闲置土地都处理不当。而且刚刚你也说了，土地回收不叫回收，是收回啊，要加强管理啊，好不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幼儿园啊，你还是从长计议，好好的重新做这个计划，好不好？啊，王委员，我必须要提醒国防部跟军备局哈，我们这一个幼儿园去设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增加募兵的诱因，对我们在职士官兵的子女的照顾，如果这是目的的话，最好的方式到底是什么？你们现在这个方式会有第一个经营问题。以前中油有国光小学、国光幼儿园，然后呢，各个政府都自己去办这个，你将来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你是委外的，你还要管，还有人，还要投入成本，还有新陈代谢问题，哦，所以自己去经营一个非本业的一个设施是最笨的。你将来这些人，我在那边我就不退了，你就一大堆老师哈，在那边带小小孩，因为你公家的福利比较好啊，所以幼教老师他在里面管理上根本不是你们专长，你委外了，委外还是一样问题，因为军方要去变动这个，你会很困难。第二个还有分部的问题。纵使国防部的年轻的军事官兵，你的家都住在台北吗？
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是在桃园，可能是在别的地方。那幼儿园跟小学、国中不太一样，小学、国中会找明星学校迁户口，远一点再去算了。幼儿园几乎都是就近的，都是 neighborhood， 都在社区附近。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分析起来，我若真的要照顾军事官兵或增加募兵的诱因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像我们台南，我们台南现在已经是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的学费差额是市政府补贴。所以几乎参加这个计划的幼儿园的收费都是公立幼儿园，那军方就干脆，你干脆把这个列成福利，就是列成福利，你的小朋友要去读幼儿园，我补助你10%、20%、30%，变成另外一个科项目了。这是一个建议哈，这样的话你不用养人，你不用经营人，你也不用管成效，再来教的好不好，不好意思，爸妈自己找的，不是我国防部，我国防部还要你将来里面发生虐待儿童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还要背那个责任，欸我就不，我就列为募兵的福利。只要你的孩子，而且我们鼓励多生孩子嘛，少子化问题。只要你的小朋友是属于幼儿园的年龄的时间，那你去读什么样的，我补助多少金额，上限多少，你就完全没有管理的问题了。它就变一个福利配备，这个可能比较理想哦。然后分部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因为他孩子在哪里，他请补助，他孩子在哪里，他自己生活区域啊。因为我们很多职业军人的孩子其实。这个是一个辛苦啊，都不是跟爸爸住在一起，爸爸他会调来调去，几乎不是跟妈妈，要不然就是跟长辈住在一起。所以你这一个方式做下去，我会觉得有个问题，就是虽然我配给你65%，200个小朋友，你有130个小朋友，你们到最后用不到那么多，反而是台北市政府哈，你用不到那么多，我需要的我帮你们多丢一点，国防部既被人家占便宜，你还要负担管理不善之责，因为挂你们的名字，好，所以这个三思后行，我是建议招委这边哈。我觉得目标是对的啦，你们要做的事情是对的，方法大家可以来调整。所以在预算上，我们是不是预算给他，或者适度的冻结或删减？哦，但是呢，我们在后面要加注，就你这个后面要动支的时候，要来我们委员会讨论。因为有当过镇长的，有当过行政官员的，我能跨过这些情形了。将来讨论会让预算实际在运用上比较符合军方的利益。我刚才讲那个都会发生，你如果这样弄下去哦，你们真的是被占便宜。还要负担责任，又没照顾自己的子弟，好，所以我建议预算酌减或者酌动，然后呢加注一个，好，我看我们用主决议的方式怎么样子，就是注明就是这个到动支之前的计划要来委员会讨论，我以上建议。那个我请问一下哈，就说你们栋梁拐沟这个不是编在这边嘛，对不对？不是是栋梁八两。OK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只负责营舍的这个改建嘛，改装嘛等等的。最后经营是政战局还是你们？经营是台北市政府，由台北市政府。啊，我们国防部是哪个单位在负责？国防部是政战局，然后我们事实上它非盈利的部分是由台北市政府。那我经营，最后巡商也是由台北市政府。未来有没有管理经营的费用？有没有编？我们不负责管理经营，所以你们盈亏都跟你们无关了。是是是，由台北市政府。那这个使用权就交给台北市政府，等于说以后。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经营你还是有水电啦、啊、瓦斯啦、啊，对对对，或什么，整个就出去了，这就租，整个就标租出去，台北市政府做标租。OK， 那一换气量就等于投入就这一次成本一次就不见了。对，加惠我们的那个。可是回到大家讲那个七九千万到底划得来划不来的问题了，等于台北市政府什么都没干就收了你这么好的一个设备。要出大概2800，他们要出到2000，他又也好贵、啊。而且坦白讲，就是说，如果最后只照顾不到200了，因为还要跟台北市政府分嘛，那这样的一个照顾总是少数人嘛。所以如果有没有补助的方式，因为政策面我们是支持啦，就是说照顾官兵，尤其鼓励这些能够多生小孩是绝对支持的。只不过这个花了几千万，然后最后只照顾到100个左右的幼童，100多了哈。我觉得还不如补助还比较快一点，而且全面都有机会可以申请到补助，否则永远只有照顾那不到200个官兵，我觉得这很划不来。好，我们哎呀，已经讨论这样啊，大家委员其实都有提供意见，那不然我们就是动部分，然后简列一部分，然后做一个比较，对，我们再做一个比较统筹的一个讨论，好不好？哎呀，我们动十分之一好不好，主席，我是觉得可以动多一点，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有委员的看法是不要执行，
对啊，如果不恰当，你甚至修正也没关系啊。对，主席这样，因为我们有委员的意见是认为不要执行，或者到昏了，这就不是执行到一半的问题。那我会觉得这个案子就是国防部先不要动之这个案子，所以可以动高一点，然后等我们沟通完毕之后。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说他执行然后动部分，啊对啊。好啊，那先休息，休息十分钟啊，好不好？就是便大家休，大家也休息一下。休息够。哎呀，在这里做啊。我们设计阶段，现在不要了，不要做了。你直接补助给官兵就好了。对，那个就不赞成他这样做。你就是三到五岁的幼儿，这样子要变照被照顾人是集中在一个人每个月。3000块补助也可以啊，你实质直接给他们自己去找幼稚园，他们自己执行，会没有违约的？我们不用承担这个责任，对啊，直接给啊，给福利嘛。还有人，参谋长，这个计划不要再执行了，直接补助就好了。怪怪的，你要全三军都补助，你不用补助这个台。他开宗明义就讲，对不对？三军都补助，虽然左营我们那不是考虑。对呀，那我跟你讲啊，我说你那个桃园的陆军。最多我们很多呢，而且年轻的那个比较多，我那边都是年轻的。因为现在动的部分是，看一下签的内容，因为签的内容都要写多。你这笔预算在哪里？在第几案？这个预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预算在第几案？这个预算要用明年，就是我们的标准预款去支。那我不给你吃啊。其实我刚才建议那个方式比较理想，全军嘛，他比较能照顾比较均匀。你要问一下主计啊，问一下主计啊，可以这样用吗？啊，不能挪啊，他这个科目是不能挪。他用标语款，补贴钱更多了，我知道。用标语款了，不能这样做就不能这样做了。为了变台北市的财产，你要的话要重新几个。现在没有这个幼儿的补助的科目啊。动就会，我明年一月我自己去没办法循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你就那么用结余款去复制你就好啦。这个要另外一个东西。不能用结余款啊。这个方法会集中资源，老是集中在那个大都市。就其实到最后真的，我们自己集中资金已经没有。可是你在执行呢？没有，但是在执行。现在这一笔预算跟那个花了近亿哈，加上台北市的钱，照顾200个小孩。会，不扁瘦啊！那你要说明，你要把幼儿的跟非幼儿的分开了。那你们自己觉得主角要怎么写啊？你要讲啊！是，待会再说明，沟通一下，沟通一下。局长，你要知道我们是反对这个计划继续执行哦，所以你要决定了，你不能执行下去哦，你不能这样累了，你给我执行下去哦。对。如果说是确定是不执行，其实我们不执行的，我们大家的共同不执行。对，就是我们国防部所面临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们要去跟台北市政府。
我可以解释一下吗？就又已经讲好了啦，讲好了，讲好，通通通通，好，用主角原意，用主角原意，用主角原意，不用，我不用再打一下。好，啊，还没啊，我还没，还没开始。好了，主角原意啊，通通。好，我们继续审查。鲍委员，我可以表达一下意见吗？好好，请尝试。这个对不起啊，各位委员，那个因为这个幼稚园哈，那个各位，因为这个幼稚园，刚刚那个赵委员讲说，就透过处理了，就主决议哈。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全募兵制啊，我们做了一个啊，所有基层官兵的一个调查，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湖口、左营或是台中营区啊，将来我们国防部这边只是一个示范点，因为我们也对了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宪兵指挥部，在国防部这个基层的所有的官兵、年轻的官兵，他们的心声我们做过调查，他们希望就是说他们的小孩呢，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幼儿园，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好的一个募兵的一个招募的一个形象。那我们今天国防部所做的，只不过说今天在国防部这边做了一个和县市政府合作的一个示范点，如果他成功，我们会推展到湖口、左营，甚至台中，就是真正到部队啊，真正到部队，也就是说他需要，但这个东西还是要需要什么？还是需要和县市政府来配合来合作。我想这样子的案子，也希望委员在未来来讲给我们国防部指导还支持。以上报告。好，其实基本上我相信所有的委员都会支持这个部分，因为小孩子当然是父母最大的一个担心跟负担嘛。那如果我们给他这样好的就是有无后顾之忧，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委员都支持。不过我们希望我们国防部在这几个案子真的要学到教训，只要你们先做的没有一个是好事，真的。从我们之前讲到现在，你没有一个是好事，而且大家都要受到惩处，而且你的经费几乎都是浪费掉的。从去年到现在，我想大家都讨论过很多，我们希望真的可以汲取到教训。那这个部分我们减列100万，那最主席我先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局长讲的哈，他这个我们现在要减列的部分跟我们现在讲的幼儿园完全没有关系呢，所以我是说，重点没关系，但是又有关系，就是他又要在别的标语款来留用调整，在执行这个幼儿园计划。所以我们刚刚这么多委员讲的意见都没有把密录会诊去做个检讨。我们，所以我希望这个标不要再用标语款去做这项计划。我们用主决议来限制这个部分啦，因为我就说他们标语款已经做过很多错事了啦。对，那这个部分不能再用标语款去任意去执行我们没有通过的计划了。好，那我们517哈，简列，因为517啊，栋梁拐沟都跟前面有关，营舍管理的部分，全部，那请他们先说明一下吧。啊，好，还没念吧？还没念。都念过了，要全部吗？要全部吗？好了，要那个不同的项目，把这个，哎呀，先这个处理掉好不好？那我们517就是减列100万，那大家所有的委员，哎，科目字条所有委员，可以共签共提，那我们做成主决议。对，哈。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是 不一样的那个，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其他的好不好？对啊，好好，请林长佐委员。关于这个518案其实也是蛮单纯啦，就四月的这个南岗营区的这个空置库房遭到民众闯入偷窃资料这个事情，那我想这个到底是一个单纯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窃案还是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可以看到一个报告。那所以其实只要看到这个报告以后，我想应该是可以解冻，那就是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机敏性到底怎么样。谢谢。是，谢委员指导。刘世芳委员，我的部分也非常类似，那里面提到有关于那个伪商巡管这些好像
在我们的处理的过程当中都不是很有效率哈。那也希望说可以按照我们那个营地移管跟释出审查的作业规定把它做一个有效的利用哈。那我的冻结的部分也是差不多哈，就是希望提出书面报告。嘿，三个案并案。吕玉玲委员，哈，还有吕委员呢？吕委员，我的是五二零的案子哈，这是针对我们这个整个后勤跟通知这个业务，特别是在这个因产管理的这个分支计划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的闲置的土地的管理啊，真的是不够详实跟妥善的管理哈，尤其是在这个106年的六月的时候，我们这个管理营区的这个经费上是2653万，而你107年你又增加了将近300万。虽然说我们所有的闲置营区总共多达165处哦，它的面积超过919公顷哦，但是很多的事都已经闲置超过10年以上的哦。我希望国防部在这方面要督促跟积极的管理和检讨，如何的释出，让我们的土地的权利跟我们管理的方式啊，能够让我们国家的资产更加的活化，跟管理更加的周到。这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防委员会一定要做详实的规划，跟我报告之后经同意时的动支。所以在这边我坚持要冻结1200万。报委员，有关1200万，因为这个部分哦，都是栋梁拐沟，栋梁拐沟我们在明年年初就要决标，就是有关营区的巡管，然后营区的环境清洁，避免夏季来的时候又有登革热，所以我们要割草，然后定期的巡管它的安全，可不可以？委员针对这个部分，因为有这么几位委员是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割草还有什么消毒？这个我们自己做的嘛？我们都是不是委外的嘛？委外的。对啊，所以你说都开始要用了。对，因为明年年初就要，我们是一年365天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巡管，有24小时。那你需要多少钱？跟委员报告，你那时候一开始我们现在编的就是2900余万。那它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我们今年多编了3000万？因为我们这边也有统计的数据，包括巡管人力的公费。今年多编多少？今年是编了2600多，对，差了300万，300万其实。对啊，你刚才讲3000万。300万的部分，其实我们有算过，我们也去巡商了。好，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包括成本的部分，我们有几个成本都上涨。我没有简略啦，我只是冻结啦。报告员，如果1000多万的冻结哈，我们明年开标都开不出去了，因为这个是标案。你的标案是多少钱？标案我们去年的标案就开出去要2000多万的标案，所以说冻结的部分您关切的，我们一定会去把它做好。冻结1000万，不要超过1000万嘛，就1000万了。因为我们这个都要开标出去，我就要履约了，然后就要去做这些支付了。这样子啦，三分之一就是800万，就不要再讲。是，三分之一应该可以去标案了，对不对？你们超过一半就可以去标了嘛。所以我刚刚1200万没有超过一半呐。报员，因为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三分之一就是冻结800万，是，好不好？那要不要全部都一样了？那我五二一并讲一下。啊，所以变对啊，都合并并好了。那全部一起就好了啊。对啊，我走下顾啊，我弄不外人哈。我说五二，我五二先帮讲一下哈。基本上这也是这个还没五二还没宣读，现在五一七到他该讲的就是这五二零一模一样的科目。好，阿爸2600万这个啊。好，念一下，宣读一下，先宣读好了啦，再一并5104。业务费通案，请宣读。510案，国防部所属空置营区及空屋多年来未能改善，原针对军备局第四末项下营产管理之业务费减列8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罗志正等4人。511案，军备局经管空置营区不乏闲置期间已逾10年者，应积极检讨释出，原针对军备局第四末项下营产管理中业务费减列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吴坤玉等3人。512案，军备局经管控制营区面积
减少5公顷，但空屋减少88处，但相关经费却不减反增，显不合理。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中业务费减列500万元，提案人王定宇等四人。第513案，军备局经管控制营区不法闲置期间已逾10年者，应积极检讨释出。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中业务费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第514案，军备局应积极研讨如何让控制营地活化，减少伪商、巡管等额外支出。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中业务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以上宣读。啊，请罗委员。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大家都很关心了哈，就是说国防部的闲置的空营区还蛮多的。可是每年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增加管理的费用。那记得我们去年在讨论预算的时候，有提到类似的情况，要求你们有一些新的做法。我随便举个例子啦，我的选区里面板桥荣民之家对面那个收支处，你们又停摆了一年，然后也没有任何让我看到是有在具体改善计划。我常讲说，附近的里长都希望帮你们管理，他们巡守队、他们支工都愿意帮你，只要你那个地方给他们偶尔办活动、使用什么，他就可以帮你处理了。可是你们还是一样，又要派人去巡，然后花钱，啊，甚至保全等等。我觉得就是你们没有真的动脑筋，就想说，在一些可以跟民间合作、跟里长合作的空间，是让双赢嘛。所以你们不但没有减少你们的费用，今年又增加了三百多万，所以我认为应该适度的删减啦，才能够让你们有压力去做一些解套的方案。否则每年不断增加，那这个费用是无底洞哎。啊，吴坤玉委员啊。五一知道 我想我的意见也是跟罗委员一样，然后真的我们想一些办法来做更好的应用活化。好，谢谢。好，王定宇王委员。我这边提的是减列500万了哈，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伪商巡管环境清洁编列哈，刚才讲我们这一次编的比今年的还增加了 11.31%， 增加了300万，增加了一成多。第二个哈，我们相对来看，你们还有一个空置营舍，你们要做那个围篱啦或拆除的话，你们编了2130万6000元，好，这是刚才是2953万，比前一个年度的是2653万，增加300，那个是巡管清洁。那现在拆除跟围篱的话是2130万6000元，也比我们本年度呢增加了130万6000，但是呢，相对我们要照顾的场域哈。空置营区面积已经比本年度减少了5公顷，那空屋呢也减少了88处，楼地板面积减少了20463平方米，也就是说要照顾的东西变少，支出的金额一个增加了 11.31%， 一个增加了 6.16%， 所以我根据这样合并计算起来，我只建议减列500万。那我这边也附带提，因为刚才吕玉玲委员讲的跟我应该是同一个科项目了哈。我是建议这样子，因为营舍的维管对地方影响很大，我是希望你们去做。那我们也希望钱不要浪费，所以我是跟吕玉玲这参详解说，我们两个干可不可以并？就是说，如果有减列就不动，啊有动我就不减列，就是说让他可以去执行。但是我们希望他的效率，因为我把面积都给你算出来，我们可以把效率做好一点。所以我的建议是减列500。那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联署，一起把这个案并在一起，我是建议这样子。对，还是要动嘛。那做说明啊，不影响啊。对，把他的，我这边就减的话，你那个动的数额要减一点，要不然他那个比例会变。这个2900万啦、啊，他可以发包就可以了啦，不影响了、啊。哦，我是两个，我是2:5，将近5000万的。哎，我的是单项这个520案。两项。哎。啊，还有蔡委员。一样。那现在，我们那个也是刚刚那个减的也是嘛？被接来说明一下，说明一下看减500有没有影响？各委员做报告哈，现在等于说是把原来的517一直讨论到了那个对，现在又就从五一零到520啊，那现阶段的这整个我们的。整体的经费是9400余万，是来执行这个营产管理的啊。那刚才因为又有其他的一些的提案的部分啊，就是
是不是说我们这整体，因为各委员关切的其实都差不多，我们军备局会继续持续的努力在这方面的。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三的部分可不可以再降了一些，让我们就是跟委员报告，因为刚才马委员有三的一百，然后您这边，然后还有动，我建议说我们三部分三到大概那个含马委员的，就我们三百万，我们可以去执行，把今年我们增加的那个300万。OK， 好，我接受，这样接受，好。减三，不行，那我的冻结一样是800万。报委员可不可以就是在针对我们这个分支计划的部分哦，因为每个委员其实都有相同的意见。如果说800万，我们就是在分支计划等于就是等于十分之一了，等于说9400多万，我们就十分之一啊，八百万，我们整体委员我们都写报告来说明整体营区的活化啊。你要做书面报告说冻结，你书面报告来，我们就可以只冻三百，这不影响。减300，冻结800，我要冻结800，冻结800，就是以分支计划的，就等于说是我们的幺四栋幺幺三分支计划。好，那510到520就是并案，减列300万，然后冻结800万，提书面资料，经同意后实的动之。好，动科目字条。好。还有加刚刚一个主决议哈。好，回507。到509-2分支通案，请宣读。第507案，国防部控制营区面积及空屋数为数人多，其清理释出之进程过于缓慢，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508案，控制营区常成为环境及治安死角，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等五人。第509案，控制营区应予活化，原针对军队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等五人。第509-1案，国防部对推行再生能源使用怠惰，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减列3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第509-2案，国防部对于推行再生能源使用怠惰，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营产管理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吴坤玉等四人。以上宣读。吕委员，不好意思，变案就好了，变到刚才前面，变510到520，同3300。什么？已经三百，变到前面，对啊，就变到那边去了。800，好，同意。那我的508跟509的部分就并案到后面的案子，但是我还是要要求我们军备局在针对这两个部分，我所关心的部分，就是因为控制营区常常是地处在偏远地区，然后会成为这个环境还有治安的死角，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国军历年这个人力精简，所以有造成许多的营区变成控制营区，但是又有这个暂时使用的需求，所以不能，因而无法释出于给那个国有财产局。但是诸多的这个控制营区呢，要如何能够在维持准备暂时使用之前来这个做活化，还有把这个控制营区发挥到更大的效益哦，这两个部分我希望。军备局要提出书面报告，然后经过同意后才能够动之。以上，谢谢主席。是依委员指导。好，吴坤玉委员。我想我也同意哈，刚刚的做法就是整个总项目三百，然后动800，但是因为国防部在这军营里头哈，那个营舍其实可以装很多太阳能板。那这也是能够配合政府推动再生能源的做法，所以希望军备局边是不是做一下规划，看时程要怎么推动，好不好？那给我们这个报告，好不好？好，谢谢。纳入报告。好好，谢谢。好，那这个部分纳入我们的报告里面哈。
那刚刚都全部并案，507到520并案，冻结800，然后简列300，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都动之。科目字条，还有一个主决议哈，521案请宣读。521案，107年度新增采购高速摄影系统等相关需求，应由生产基金支应。原针对军备局第四目项下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中机械设备费，简列9,016,000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以上宣读。这个部分我们是新增采购高速摄影系统，还有有你雷射量测的设备，这个编列了大概10,000,000左右。是，这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啊，这个有关他的那个雷射的就是高速摄影机的部分，这两个装备我们都是给那个规格监测中心啊，他最主要是做国军的规格还有监测的任务，而且他是公务预算单位。那有关高速摄影机的部分，我们是一个持续案，我们去年是编列的预算买了2部，然后今年再编1部的钱啊，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原来的高速摄影机的部分都已经超过十几年的一个，现在也有消失性伤员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尤尼雷射的这个量测的这个设备，因为从前我们就是它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装备作为我们射击后对人体的杀伤的一个程度的一个量测，那从前我们都是用人工的方式，其实会有一些的误差值在。那现在这个装备能够协助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所产制的这些弹药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性能，作为我们做一个规格监测或者说是研改的一个那个方向，这两个都是公务预算单位所需要的，所以说恳请委员支持。这部分我们基本上是支持的哈，不过因为你这个是生产工具，其实你帮公务单位，就有一些讯息其实是有应该要收费的。那你如果是盈利，你就必须要从基金上面去支出。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还没有详细、没有清楚的说明之前哈，我们希望提书面报告，我们冻结1/10好了。好的，委员，我们提书面报告再跟您详细说明。好，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522、523并案，请宣读。第522案，军备局办理空投伞研制，相关预算应由生产基金支应。原针对军备局第五目项下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中业务费，简列379,400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523案，军备局第五目项下轮型破炮车研制案，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等四人。以上宣读。522的部分，这预算是不是应该由生产基金去支应？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哈，我们生日中心的209厂，它编成之后，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它的一个转制，因为它原来是从兵诊中心所切割出来，那我们也预划在107年，它就转制成为基金的经营啊。那因为这个计划在105年就建案了，它是属于军投建案的，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完成建案，预算也做了一个框列。因为209厂它这样子做转制了之后，其实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给他一个机会去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案子了之后，依照军事投资的接到这个案子之后，他能够有一个研制的能量，后面才可以去扩充他的一个厂的能量去做一个后面接单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因为这是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个相差的一个关系，也请恳请委员支援。那委员所关切的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是属于生产制造，它是属于基金经营的，那将来我们这相关的一定会是属于基金的部分，就应该要由基金来去支出。但现阶段还是因为它军投建案的关系，所以恳请委员支持。好，同意撤案。吕孙林委员。好，谢谢主席。那这个轮型破炮车呢的研制案，其实是我们军备局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军装备研制案哦。那这个原型样车呢，本来也有在2017年这个国防
装备的工业展上面有对外展示过，所以我希望就这个车辆的研制的发展进度还有成果的部分来提出书面报告。那我支持这个案子，所以希望军备局提供书面资料就可以了，谢谢。好，业委员指导提供书面资料。好，523提不予冻结哈，提书面资料。524525并案请宣读。第524案，海军陆战队乌丘防区营建营舍改建工程停摆近一年，原针对军备局第七目项下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基金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第525案，军备局第七目项下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基金预算今年度暴增至92亿余元，原予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玲等五人。以上宣读。请刘委员。对，五二五。好，针对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军备局配合了这个都市发展还有区域计划来办理这个营区整建的部分，然后也有把这个营区归并之后呢，其实有多余的土地要来配合地方发展的事处、哦。那所以我认为说，国军其实不太适用这个土地。营地的这个土地作价，还有有偿拨用以及这个土地出售的部分来做这些设施。那我认为说，还有就是我们要来改善官兵环境，这个而执行的这个新安计划的部分呢，我认为说军备局有必要来做充分的说明。那这部分呢，我希望冻结1000万。然后提出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谢谢。军备局在此做一个说明，有关委员一直长期的关切我们官兵的生活设施，尤其是在新安专案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跟委员讲说，这一笔预算，它其实应该讲说只是一个转账，它等于说是依照审计部还有那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针对我们要挹注到我们的营改基金的部分。他必须做一个收支并列，所以说事实上是有一种转账、登账或列账的观念，但是他并没有关乎预算。那有关委员所关切的后面，我们的不管是新安专案或是我们的营舍改建，那这些的预算92亿将来会到营改基金里面，那营改基金还可以再去做后续的附属单位的审查，所以建议委员，我们提书面跟您报告清楚。但是因为这个完全无关预算，只是做收支并列，所以说我们把报告跟您做详细的说明。刘委员，刚刚军备局有提说明，您的意见？报员，这92亿后面就是在营改基金那边会显示，所以在这边只是做一个转账，讲简单就是转账，把这个账登在这个地方，他也没办法扣，也没办法，动，没有办法动。我们要到基金审议的时候才有办法看这一个部分。他只是就像我们提款卡上面，你转账，你是登记转到这个地方，你转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处理，要收到的那一方，也就是我营改基金收到的地方，才能够去做后面的处理，或者是煽动。我觉得你这逻辑说不通。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收支并列的概念，是收支并列的，依照那个行政院的那个主计局那边所要求的。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就是说他的途径大概是这个样子，要跟我们国防部是税出，然后在那个财政部那边编税入，然后他同步的又编了税出，他的税出去哪里？就到了我们的营改基金变成税入。好，我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所有要进营改的钱哈，进基金的钱啊，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土地，所以都是国有财产署管的。那他要处分这个土地呢，他第一个程序呢，他要先在财政部要先编列税入，然后呢，
经备局这边要配合编税出，先编税入税出之后，它只是一个账务的程序，它没有实际的拨款。然后经过那编列税出跟税入的依据呢，就是依据我们报给行政院核定的土地来源清册，核定了之后，它才能去编这个税入跟税出。好，编了税出之后，到时候呢，有税出把这等于说透过这样一个程序，把这个土地转到我们国防部名下，啊，名下呢的营改基金里面，他实际去做处分之后，才会这个钱才能进到我的营改基金里面，这只是一个账务的一个处理程序。可以了解了哈。那但是那个吕委员的提案是说，你106年度的时候你是转了18亿，那今年转了92亿，那纯粹只是因为转账而已，不涉及任何其他的项目或者是其他的设备。包委员跟你报告一下，这里面的差异。跟专案比较没有关系。这里面差异差74亿，最主要是那个高雄光中营区，这是最大的一笔，他来源清册列账之后，所以他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新安的，我们提书面。哇，报员这个转账没办法动，因为他事实上他就会知道我会到我营改基金上面，他没有办法，他不是一个没有特别指定哪个业务，对对，他只是一个账而已，他只是一个登账。所以提书面资料啊，把他们刚刚转来转去是怎么一回事，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把新安专案给你。新安专案跟这个92亿的一个做法，跟您做一个报告。那我是庄瑞雄委员，有没有要？这个庄瑞雄委员我们亲自去解释，然后庄瑞雄委员也了解这是收支并列的，那他也没有提，就说他那个部分他同意撤案。524撤案。那我们先处理526案，请宣读。第526案，爱德幼儿园军备局应紧速解决其土地持有相关问题，原针对军备局第8目第一节项下土地收购与纠纷处理冻结4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庄瑞雄等3人。以上宣读。庄瑞雄委员不在，有要补充说明吗？这个部分我们也跟庄委员报告过，他也同意撤案。526撤案。527请宣读。第527案，配合政府低碳永续家园政策，原针对军备局第8目第3节项下运输设备费减列100万元，提案人罗志正等4人。以上宣读。这个案子我各军总都有提来哈，你们也解释一下吧。你要买几台车？包委员，我们这个案子从原来是102年到104年采购，后来行政院的低碳永续经营的政策，把我们从102年到108年，而且每一年要采购之前还要报案子给行政院核定，才譬如说我们今年原本计划要采购311辆的各式车辆，那他只核定了191辆。小轿车的部分，原来我们希望采购是93辆，那他也只核定了28辆，减少了65辆。所以行政院在核定的时候就砍掉了。他已经执行了永续家园的。Okay, 好，那我撤案。报委员，那另外参谋本部639案也是同样的事由，是不是一并撤案？到时候再处理好了，好吧？现在才到500多。好，527撤案，528、529并案，请宣读。第528案，军备局第11目向下军品研发所需奖补助费甚高，却只概述其计划内容，原与冻结9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庄瑞雄等3人。第529案，国军新式数位迷彩服材质不耐洗涤，原针对军备局第11目项下军品研发之对国内团体之捐助，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吴坤玉等3人。以上宣读。请吴委员。好，我想这边哈、迷彩装的这个材质各方面哈、都受到质疑，所以是不是我们就不动，但是要给我们
检材质检验验收的这个分析的这个报告，好不好？好，是没有问题，谢谢。这个前面的案子应该也要有要求过嘛，对不对？是的，有要提那个我们验收的报告跟一些相关的资料。是的，是的，我们都会并案来做书面报告内容。谢谢。好，那五二九提书面报告，不予冻结。五二八庄瑞雄委员。这个也跟委员报告过了，都亲自报告过，也是车案。好，五二八车案。五三零到五三二并案，请宣读。第五三零案，军备局办理205厂土屋整治，编列高达5亿元之预算，却未签订最终处理原则或合约条件。原针对军备局第13目项下环保设施维护中业务费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3人。第五三一案。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未妥善评估污染厂址整治工法及所需作业期程，原针对军备局第13目项下环保设施维护中一般事务费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等3人。第532案，军备局为办理205厂裁处所等4区域污染整治复育，预算大幅增加51%，说明却未真明确。原针对军备局第13目项下环保设施维护中之一般事务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顺林等5人。以上宣读。好，刘委员。我先讲一下哈，我先讲了这个五三一的部分哈，是属于环保设施维护，因为那个205兵工厂的搬迁哈，那这里面有涉及到整个的土壤污染防治的这个复育的部分哈，那当然我们的军备局的同仁啊有来跟我解释哈，我会觉得说那里面的整治的部分，就后来发现到这个土屋里面好像含有一些重金属的部分，那整个土屋的整治期程希望可以加速，而且要按照确实来处理哦，不是只有提这个比较用口头上报告，所以呢他提的这个书面报告我已经收到了哈，所以我的简略的部分会改成冻结，但是我仍然是冻结1000万。刘委员，你要不要先532？谢谢主席。那我的532是我们，因为我们军备局有办理这205厂这个裁处所等4区域的污染整治复育哦。那在这个环保业务下面有编列的预算，那我有发现就是说，这个今年的编列的预算的数额有比去年大幅增加了51%，但是却没有说明清楚到底这个费用的这个使用的状况是如何。所以我要求这个军备局针对这个部分，就是区域污染状况还有整治进度的成效，来提出书面报告，使得经过同意后，使得冻结。那冻结的金额是500万以上，谢谢。我的是530的部分哦，一样也是205厂土屋的整治的部分。因为其实当初是谁造成了这些污染，我们居然都追究不出来，这样在管理上面其实鲜有缺失。因为我们编列了高达5亿以上的经费要来处理这些土污，可是被谁污染的不知道，那变成这些钱是全民要吸收买单。现在又有发生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检测完，我们没有最终的处置责任。就这个部分，在合约现阶段，我们这边的5亿多的经费，我们要处理这个土屋，这当然一定要处理了，你还有包括重金属的问题。不过这合约里面是有问题的，你只定了2年内不得新增，那万一他刚好反正5亿多，他2年以后跟你说，又发现到有新的污染，然后又要增加预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底洞。所以就
因为205厂区就这么大的范围，老实说他应该在最终的处置责任应该要很明确。你如果有比如说有10个地方，他跟你报的时候说报5个地方，那突然在2年以后才又增加出来另外5个，那我们要不要接受？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未来变成说我们会像提款机一样啊，他们要怎么提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求一定要冻结，而且要提连带两个条件，未来可以有效的去控管，因为我们合约已经签了啦。那怎么样提出要管控预算增加的书面计划？你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万一突然又你在两，因为你现在合约定了2年，2年后他突然又冒出来，我要再5亿，那你要不要给？你要不要再继续处理？你总不能处理一半，所以我们要求你合约虽然签了哈，可是要提出来这个书面报告怎么样管控预算增加？那你后续要怎么样做处理？这个是第一个。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开挖以后必须要在增加预算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规划评估，而且重新招标，因为这样免得说你现有的这个厂商，他未来还是可以再来标，任何厂商都可以。可是不要造成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疑虑，你万一他突然先跟你掩盖一半，然后2年后突然又提出来说啊，还有一半还没有处理，所以这两个条件一定要把它纳进去。好，那我们不要当成无谓的提款机，因为我们全民已经为了这个哈，要高达5亿多的预算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案子冻结1/3，然后提出刚刚要求的这两个条件，统统要有具体的作为，以后我们再解冻，好不好？公务员报告，这个是一个有，因为是。招委的，还有刘十八委员，还有李顺龙委员的一并案的，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您的意见我们都会采纳到我们的报告里面，因为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土屋没有做好，其实我们将来还是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各委员所关切的东西，还有配合205厂搬迁，像刘十八委员特别关切205厂搬迁会不会因为这个土屋受到影响啊？这些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关切这方面的，那就是在。因为这个是已经那个招标完成了，现在今年已经开始相关的工程也在，我们是分阶段要去做一个进度的付款。那在冻结的可不可以跟委员做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冻结1000万，相关委员这边所提出来的各项的意见，我们都在书面报告。1000万太少，因为你这个牵动的那个预算非常高，而且你对于后续有很大的影响。这个牵动的预算非常高，而且照理说事先就应该要有一些预防了。你这个非常高的预算呢，你也可以跟他谈啊。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虽然我没有提案，我可不可以补充？我想，经辩局这边哈，应该要彻底哈，要完整的调查，看起来是没有做完整的调查。哎，局长，我提供专业的意见，好不好？是。好，你这个没有做完整的调查。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完整的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的调查。而且，其实，在从美国的经验里面，其实可能不止重金属污染。可能还有火药各相关的污染都会很严重，所以一定要做彻底的调查。那彻底调查以后，我不晓得你们既然要招标这个整治的工程，你有没有做过健康风险评估？这理论上依照土屋法是要做健康风险评估的。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根据土屋法去做相关的政策，要整治到什么程度，到底有没有评估过？然后真的只有重金属，责任的归属大概很清楚，这个一定是军方造这个军工厂造成的污染，尤其重金属，好、哦，这个一定是这个不用再找责任的啦，你们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使用单位按照现在的环保相关规定，就是我们要去对啊对啊，这个就是你们造成的污染嘛，这个还有谁会造成污染呢、啊？你们军工厂盖在那里，当然是你们造成了污染，这个还有需要找污染者吗？好，这个一定不用再找了，那就承担起污染的责任，好好整治、调查、评估，然后做系统性的。我想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系统性的调查整个土壤地下水的污染过。
跟委员、这个整个报告要写出来。先跟您做 简单的说明，其实我们现在调查的部分都经过高雄市的环保局他们所认定的，他们认为说原来只是一个，因为我们原来只是一般的应变计划，他觉得说我们这个土屋也发现了一些有重金属跟化学的，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一般应变计划变为控制厂址。有提出来什么化学物质污染吗？因为现在环保署三氯乙烯哦，那可能不止哦，因为现在那个环保署现在规定的是一般的化工厂相关的污染厂址的污染，它管制的大概只有40种化学物质哦，但是因为这个是军工厂，可能会有火药相关的污染。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过，如果没有，那可能真的要做这个调查，因为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场所。他的处理程序第一个就先调查，对，调查确定你是应变计划或者是控制厂址。那调查完之后，我们局长你要听我讲，就是如果环保局的调查，他那个化学的项目是会不够的，因为他只有内管的大概只有40种，是好，但是我担心的是，因为那个军工厂它用的会比较特殊的化学品，可能没有列在环保单位列管的化学物质里头，那这个可能就不会调查了。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军备局这边可能要特别注意，要做系统性完整的调查，好不好？是，谢委员知道。好，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求要冻结了哈，因为刚刚讲过了嘛，你今天我们的合约上面其实你考虑的不够清楚。这个厂商他们来标的时候，照理说应该要把整个园区内这就这样大的范围，他应该自己要去承担。你检测出来有多少范围是受污染的，你要怎么样处理，那个金额其实都应该要很清楚了。可是你现在只定了2年内不得新增，这对未来我们的预算的支出上面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冻结的这个数就是3000万的部分，其实我们觉得这应该还不够多，因为我们希望说可以把未来的那个最终的责任把它纳入考量，好不好？这样我们提这样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协调啦。哎呀，我们冻结3000万，你尽速去做这些处置嘛，因为你后续不然你宁可前面损失少一点，你后面如果还要再多编5亿多，我觉得那个损失更不堪了解，好不好？是。那我们冻结合并冻结3个案子，合并冻结30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刚刚的2个条件，希望要纳入。是。我们回到525，刚刚吕孙林委员的案子。好，谢谢主席。那这笔预算其实是公务预算啊，那他审议完之后呢，金额才能够拨到基金里面啊。那也不能因为就是说应改基金要编多少，我们公务预算就要给多少啦，所以这笔预算其实是可以动的啦。那我要求动500。我那个动了之后，我们跟您提书面报告，后面再启动。好，同意。好，525冻结500万，提书面报告。要进。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回494-1通案，请宣读。第494-1，原针对军备局减列24亿元，提案人许玉仁等3人，以上宣读。于仁委员，494-1。是，我想我这一案还是特别去，就是说。针对军备局在处理预算上面的一个纪律，然后提出一个检讨的一个做法。哦，那这部分是不是请军备局说明？跟委员做个报告。先从预算的编列的部分啊，军备局现在在公开预算所编列的是1100亿啊，8000余元。那这里面刚才除了委员刚才应该了解说我们有92亿是收支并列，这92亿收支并列主要是挹注到未来的营改基金去加会官兵的一个营舍的改建，那在剩下来的就剩下19亿的3000多万元，那中间扣掉我们的一个法定的预算的支出，就是人事的维持费，那另外我们在还有相关的中科院的捐补助，还有为了使民众的一些的土地的纠纷事务上面编列了4亿元，那其他的大概军备局能够作业的部分，
实务的一个行政作业，包括营舍的我们控制营区的管理、营产管理，好，这整个加起来的话，我们大概预算别大概有4亿3000多万，事实上是军备局真正可以做自用管理的部分。那刚才委员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在执行，不管是专案管理，或者说是在一些科研案的相关的这管理上面的话，确实是由我们军备局来去做一个秘书处，然后由在那边各相关的国防部的联参来去做一个整合。那委员特别关切一些包括科研案或者是一些的专案，事实上我们也从在这一次猎雷舰的中间，我们部内也有指导后续的专案管理的相关的这些的策进，也纳入了这一次的整体的，包括从采购端、合约端，甚至到专案端，要如何去策进，也做了这相关的一些的精进的一个做法的检讨，所以说建议委员，因为刚才我们也讨论了非常多案子，其实各委员都有相当多的指导，我们军备局一定会在各相关的业务推展上面在持续的精进，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获得的预算获得最佳的一个运用，谢谢委员指导。这个部分，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到底我们军备局甚至于整个国军在做任何的专案管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财务纪律。这个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财务纪律，还有一个行政纪律。那甚至于说跟我们国军去合作或进行任何业务相关的包商，我们在对于他的背景调查，还有他的每一个阶段的，无论是他的 milestone， 还有他的对方的财务状况的掌握，我们到底有没有花这个相当的心力去做？因为基本上这些案子啊，其实在发生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去检讨，然后去补强，甚至于去提早的去发现，然后甚至于去做一个补救措施，而不是到最后他可能已经到达到不可收拾的阶段，变成是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部分我想他还是就是说目前我蛮担心这件事情，我们处理态度可能就是部长他也惩处了，那惩处完可能就结束，那在下一个大型的采购案的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类似相同的状况？那你们有没有一个专案管理的报告，或是你们到底在这个专案管理，甚至于在专案财务 （project finance） 里面，从头到尾出了什么问题？这部分有没有去检讨？跟我们报告，这个部长一直有指导我们在针对从建案开始，从作战需求，从建案的程序，甚至到后面的一个采购的纪律，以及后面的一个专案管理，大概是区分这三个部分。其实这三个部分在因为有不同的单位来负责，我大概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在建案的管理上面其实我们除了说简化它的程序，包括国内的商情，还有我们的科技的能量，其实都涵盖在这些的建案的文件，还有建案的精进上面，还有厂商的，尤其您刚提到厂商的一个能力的部分，甚至在后续的采购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更采购也做了一些的精进，那如何去针对这些厂商的资格然后厂商的能力还有他的一个最有利标的一个制度，然后等到这个确认决定了之后，后面如何去做专案管理，预防有任何的厂商无法履约，或者说是有任何的他在供进无法如职如期或如预算完成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应变，把我们的一般专案管理如何再提升成为高阶的指挥决策都有一个完整的机制，绝对不会说由那个一般的单位他就直接说决策怎么去做，后面连决策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去做了调修，能够让国防部全程的掌握这相关的各军种，他在整体的不管是一般的武器采购，甚至在科研案都有相关的这些的检讨。如果我们这个可以再提供委员相关的这些数据，局长是这样子因为我们
这个国军国防自主，这个是我们国家的政策，而且本席这边也鼓励也支持我们来做国防自主这个战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只是说你刚刚提到那个东西，它的基本上的概念是没有错。那我现在要谈的是说，到底在实际的作为上，在实际的 SOP 上面，你们内部有没有一个检讨？那这件事情，甚至于将来我们国防自主，像庆父案结束之后，这个猎雷舰可能下一个阶段也是要进行重新招标的这个过程。你对于重新招标的这个程序，你有没有重新做一个检讨？甚至于在当下好几个 checkpoint 发生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个实际上内部幕僚在做决议的这建议，就决策的建议给部长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部分做出一个检讨？那我要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在整个专案管理 project finance 上面有没有内部深刻的检讨？而且另外是将来国防自主，然后有更多更大型的采购案，甚至于是外包案，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保证说这些将来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会再重复？那我想我是特别要去讲这个，就是说我们立法委员我们在监督预算冻结或删除，其实并不是为了动而动，为了删而删，而是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革新的一个做法。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我想大家对这个案子大家都已经谈了蛮多了，这个案子上面我就冻结500万，然后你对于这个我刚刚说到的专案管理，你的包商的滴滴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due diligence， 它的背景的资料调查，像我知道我们国军还要跟一些公司去合资，中研院，我们不是中研院，中科院有合作一些武器的开发，是这些东西是蛮重要的，我也本席也支持，但是就我整体国军的战备还有这个军备的专案管理，我觉得要加强，是对，而且必要的时候全部的人员都要去上课，是，然后把这些东西列为最重要的一个检核的标准之一。那这一个案子我就冻结500万，然后请你们提出这个专案管理的如何实行的 SOP 报告给我，好不好？是，业委已经指导办理。494-1动500，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好，有要调整。好，我们现在继续处理主计局。好，反正主计局没有什么，主计局跟军医你有吗？主计军，哎呀，你有？哪一个主计啊？有委员有，委员高抬贵手。从严审查怎么搞的？好，休息。猎雷，等一下，12点到1点是猎雷舰的那个专案会议。
那我们现在休息，下午1点半，这个不然审不完。今天马上审完。啊，对，要审完要1点半。好，下午1点半开始开，继续开会。下午就少说一点，越点，帮我找个充电。他意思叫你们尽量放在抽屉哦。我来跟他讲，下午少说一点。把它放在抽屉。好，谢谢委员。今天加把劲了，我们真的是。精神不好，怎么加把劲？每个都感冒。大家都感冒，我们这区都感冒。我感冒不了。对呀。